你知道吗？咱俩都挺过分的。怎么过分了？你过分美丽，我过分着迷。你会弹吉他吗？不会啊，那你怎么拨动我的心弦呢？爱情歌会告白接力，等你来挑战。8月17日晚，湖南卫视《快乐中国》爱情歌会，这个七夕放肆爱。登录以下平台参与爱情歌会告白活动，来定制你的专属七夕浪漫吧。参与者将有机会获得七夕爱情歌会门票，登录晚会现场表白，还有机会获得地标建筑为你点亮最美情话。